我爬。 上了兄弟，他牛逼，我来了兄弟。啊，这不掉，掉。楼下。下去了。啊，靠！我接，傻逼了，我操！掉。掉。妈的，你知道他吗，兄弟？不知道。喝什么？豆宝要回国了，他回国就来上海。 能给我打死有种，你要是个男人。我到现在我这个闪我都还是不习惯，我喜欢丢，我现在就是丢个闪，我喜欢第一时间拿。我只能说，捡爱钱，捡爱钱真机，捡爱钱真机，要真机了。左边有个枪针，弄左边的这个呗。啊！啊！兄弟，牛逼牛逼，兄弟牛逼牛逼。 被捡了，被他捡了，捡了，被捡了。去这儿，去这儿。人救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打残疾了，快点。不掉了，里边还有一个打残的。你刚是不是骂傻逼十二月啊？有板子，这人找死了。现在干嘛你？别说话，用我说出我的名号吗？ 用我说出我的名号吗？他开门了吗？开了，没事。我吕布，就剩一个了，这个队。不在哪里？什么布？什么布？麻布？还是……这位……我他妈真男人。不用。 你楼外，没事还好。天江，二楼。快下去帮忙！丢雷了！雷来了，瑞龙。我看到有个东西，刚才。他他妈是真 crazy 啊！对，他进去了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山上那个人，不是吧，兄弟？他以为不知道，直接逮捕。啊！我这。 长龙，看见，飘着长龙，右边开枪了，这里防空洞，枪，别打，啊，这打的近，慢点好啊，二号位给我，OK吧？二号位给我，OK吧？我俩直接移到防区去走，不管他们。 就一个，在楼里吗？